为了纪念《刺客教条》十周年的生日 ，Ubisoft 和 Ketchup 携手合作推出《通天塔：刺客教条》喽。这是一款考验时间差的叠叠乐游戏，在游戏中楼层会不停的左右移动，玩家必须抓准时机点点击荧幕，好让 Ezio 可以沿着这座塔继续往上爬。如果玩家没能够对准上一层的边界，楼层就会自动崩塌，失去突出的部分来维持平衡。等到没办法继续往上爬时，游戏可还没有结束哦。玩家还得要让 Ezio 沿着塔来一段信仰之跃，巧妙的落在稻草车上才算功德圆满哦。